关于清除家中负能量的简单方法，来自 DNA 觉醒的博客。传导者的前言：有时我们的家感觉像是一个避难所和宁静的地方，而在其他时候，他们又感觉像是负能量的来源。负能量可能来自各种来源，例如杂乱的堆积、毒素的存在和糟糕的风水。您的家应该是一个避难所，一个让您感到安全、舒适和放松的地方。然而，有时您可能会注意到您的家给人以沉重或消极的感觉，而您也说不清原因。这种负能量会影响您的情绪、人际关系和整体幸福感。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讨论给您的家庭带来负能量的七件事，以及如何避免它们。通过做一些简单的改变，您可以创造一个积极和谐的生活空间，滋养您的思想、身体和灵魂。一、整理你的家。杂乱会在您的家中营造出混乱和消极的感觉。通过整理您的空间，您可以创造一个更平和的环境，促进放松和平静。首先，摆脱您不再需要的东西，然后以对您的生活方式有意义的方式整理您想要保留的物品。二、融入自然元素。将自然元素融入您的家中，有助于营造平静感并促进正能量。考虑在您的装饰中添加植物、自然光和大地色。您还可以加入水晶，巨性水晶具有治疗功效，有助于净化负能量。三、用鼠尾草或圣木净化。鼠尾草 Sage 和圣木 Palo Santo 是两种用于清除负能量的自然疗法。燃烧的鼠尾草也称为涂抹，可以帮助净化家中的空气并营造平静的感觉。圣木 Palo Santo是另一种用于净化负能量和营造积极氛围的圣木。星号译注：圣木可能是指檀香、樟木、沉香、红桂等等那一类珍贵的木材。四、实行良好的风水。Practice good feng shui。风水是一种古老的中国艺术，涉及布置您的房屋以营造平衡与和谐的感觉。一些基本的风水原则包括整理、平衡色彩以及将自然元素融入您的装饰。您还可以使用八卦图来帮助确定您家中可能对您的能量流产生负面影响的区域。五、使用精油。精油可以帮助净化家中的空气，促进正能量。考虑扩散薰衣草、柠檬和薄荷等精油，以帮助营造平静和放松的感觉。六、清除毒素。毒素也会导致您家中出现负能量。考虑改用天然清洁产品，并避免使用可能含有有害化学物质的合成香料。您还可以通过购买空气净化器或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入来净化家中的空气。七、播放舒缓的音乐。播放舒缓的音乐有助于在家中营造平静和放松的感觉。考虑创建一个全天播放的轻松音乐播放列表，或播放白噪声以帮助淹没任何负面能量。按照这些简单的步骤，您可以创造一个更和谐的生活空间，促进放松和正能量。请记住，幸福的家就是健康的家。结论：您的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它反映了你的内心世界。家中的负能量会影响您的情绪、人际关系和整体幸福感。通过避免将负能量带入家中的七件事，您可以创造一个积极和谐的生活空间，滋养您的思想、
身体和灵魂。记住要定期整理你的家，让自己周围都是积极的人，限制你接触电子产品，让自然光进来。释放负面记忆，创造新的正面记忆，并注意风水原则，创造一个平衡和谐的家。通过这些简单的改变，您可以将您的生活空间变成一个支持您身体、情感和精神健康的庇护所。避免将负能量带入您家的七件事，并创造一个您和您所爱的人将在未来几年享受的积极向上的空间。谢谢收听，感恩祝福。